轻轻的月亮高高天上，很特别的角色，就是《美丽晨曦》里面的预备师姐。多一个你想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怎么算了，那个钱都快变真的了。我一路笑到一个极致的时候，他又会让你掉眼泪。要赶快醒来呢，因为那是非常真实、真实、真实的故事。只让它过去。